者罗子欣台北报道。王诗安、王若琳两位创作才女共组王氏姐妹花，首次合作新单曲 Random Day， 两人个性都随性又不拘小节，反映在一起创作的 Random Day 上。两人其实认识很多年，却是首度合作。王诗安笑说，俺然很聊得来，但其实我们很少碰面，都是靠通讯软体及 email 联系，就连在创作这首歌时也都只有在网上沟通，完全都没有碰到面，形容彼此关系像网友。两人因共同朋友结识，因成长背景年纪相仿，加上都是从小学音乐，话题和兴趣都相同，很快变成好友。不过两人几乎是一年一会。王诗安强调，我们真的是靠音乐在沟通，找他来合作写歌非常放心，因为我完全不用担心会有任何差错。更透露刚开始收到王若琳的和声 demo 很兴奋打开来听，但单听和声单独音轨真的听不懂，直到结合起来才发现惊喜，形容他的音乐根本是剑拔出奇蛋。而两人拍 MV 也走随性风，王诗安竟在开拍前几天才打给王若琳，而王若琳也是二话不说答应，拍摄手法也全程用智慧型手机拍摄。王诗安说，验查许车边找场地，发现公园很适合，因为看到有溜滑梯非常有趣，也很符合我们 random 跳冲的感觉，于是当下决定就下车开拍，边拍边调整镜头及画面，随性到工作人员入镜，保姆车也入镜，侧拍的人及播歌拿音响的人也一起入镜了，让工作人员忍不住笑，真的是随书。 Random Day MV 将于2月12上午11点首播，王诗安、左王若琳拍 MV 超随性，用手机拍摄，边拍车边找场景，更让工作人员全入镜，副音乐提供王诗安、右王若琳、左一起创作单曲 Random Day MV 也走随性风，副音乐提供